来就少，你看都掉好多了。刚才掉错了，你家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你看它掉本来就少。刚才碰到通道了。我看你们塑料也不小心造成通道了，这个机器的问题也能坏。啊，对，大概就这个效果。这里面有还有吗？那个呢？客户呢？也不正常吗？